好的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2021赛季常规赛第一周周决赛第一天第二场沙漠地图 NV 腾讯视频战局的线上主场，我是主持人大虾。我是黄儿。我是阿辉。好，现在来到我们最动人心的，正如黄儿所说，我们应该是选择一个皮卡多的一个弱点。哇哦，那 SMG 应该也是玩回飞。对对对，那、wow、那可能等一下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激烈的，对，一个激烈的一个。天哪，我本来今天我做好的心理准备是雨林是吧？第三局，但是你没有想到是第二局就得出现了。那现在是不是也不该咱们说话了？对，那我们先听一下队内语音。中间落了一个，打残了一个，哇，这样。狼多两个，中枪多两个，是不是？知道。我看中枪了，来一刀。来喽，我看。这包中枪了，这里有一个。我没枪，等一下。我没枪，我看到一个。中间有一个。别着急，我没枪了，我没枪了，我没子弹了。蓝龙还有吗？蓝龙还有一个，蓝龙这边还有一个。别急，别急练。我没有目标。没急，没急。别说话，再重新报一下，我没听到。射击一个，然后一个，拦到一个，对，中间好像有啊，把中间有，就在我边上这个我 OK， 我没有目标，谁的别点，别吵，所以是中间一个，射击一个，拦到一个是吗？确定，对 ，OK， 喂，我被拦到倒了，中央出来，帮我看一下，帮我看一下，我只能看前门，抓不过了，你们怎么？好，你先过来，帮他看射击，我来看。我叫子弹，刚射箭那个在黄皮王一楼，哪里？黄皮王一楼，黄皮王一楼 ，OK， 不急，我有枪了，那个补了吧，补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可以下两轮过点，你们捞一圈过来打射箭 ，OK， 对，我们捞一圈过来，对，捞一圈过来，但没打过点，对面，嗯，我直接把汤姆逊，我直接把我。我给你把那什么吧 ，AK。嘿嘿。没奖，走。我拿你这个走。然后那个还在。这就是一个卡抢回，抢回去好像封烟了。抢回来了吗？你再过点就行。我在这。打仓了，追着。不管有没有回。刚丢了一下视野。然后再漏，然后再漏。现在把蓝楼给对倒 ，OK， 好，三楼，就把射击排了呗，你们两个去把射击排了，走，工会，我就先不对枪了，我只看射击过点，慢慢来啊，军人，别急。快过不行，别急，我们得跟上你。别收嘞，那我走。走。他可能在围墙哦。有可能。没有。中门快过。没有。已经过了。对，接着走。有没有？不，你叫南哥，你把围墙清一下。楼清一下，别放过、okay. 放过煤洞。南哥，先清一楼，够。来。到二楼。左右，我左右。OK， 我都走。那另一个脚步， okay. 没有。没有。都没有吗？对。这边那个蓝色二层楼还没走，有点难。那个楼会被架的，我估计他就在那里。兄弟，你有雷吗？然后我一个，然后排一个，然后排一个，保驾。没有，感觉应该是回去了，因为他掉到一楼了。好了，一楼有一个，你不回去？粉色衣服，居民，黄色衣服的。我看到蓝色粉色衣服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
他是、啊、他是红头盔，对，红头盔，你有烟吗？回去了，我两个烟，三个烟，你分根烟，骗他一下，我们打个架一下。哦，两个都这样，我看到了，二楼有一楼一个，分根烟骗他一下，我们打个架。这样吧，居民你居民你过来，哎，我偷那个人了，他在那个一楼右拐，我知道位置了，我看位置了。你有雷吗？居民，你过来，我先挂，我先挂，我有雷。他在一楼，你过来，听我说。他在一楼，你要去前面呀？给你压力，去前。嘘，等我一下。一楼怎么右拐？楼顶这里也有人。等我烟，你们给压力，你给他分个烟。我给他分烟，你给他分一个，我跟你讲，我帮你加了五楼那个。反正一楼前面右拐有一个。你拿个照啊，兄弟。看他够不够？这位置照不到他，我得贴一楼照。可以贴啊。来封烟。我来下，你过去。我过去吗？对。对。好了，有一个。一楼，一楼。别接，别说。算算算。OK。OK。不是，我这看到粉色衣服了，是不是粉色衣服？不是，那个是黄色衣服。我这有个心之彼岸。你看错了，不是那个。你也看错了。我看你视角不是那个。可以给个四倍。嗯，我不要。我要四撇六。OK， 你来。在哪？丢了，一楼。好、嗯。小心点，我们这边被超人全灭了，这下打的有点久。那另外你搜了吗？我去搜前警馆去。我物资是够的，我找到有个车。OK， 那我去搜木架。楼上右边有，这边有车，我看看上面有没有车去。警察那辆。去拿收藏右边那辆。天安河了。不说也可以，我不是特别强。我够了，我够了。你缺钢铁了？我一级奖。我一颗烟，我要挺多的，子弹140。我只缺雷。我没有雷。我有点道具，我还是好，我一颗。你好，我没拿皮卡。多慢了，我就没必要抢节奏了吧？不是抢节奏，看一步一步棺材往里进了。那最少得把这个地方看着。看大仓坑，看红砖房，没人缺药吧？你们不缺不缺，不要急。矿上有人缺吗？给带我带你还车，我有车，你先拿。带你还车，看一下我。不用再搜了，走。外面都没有人，赶紧收集一下讯息了。有两个烟，防线是什么？没标到，好像是斜的是吧？嗯，对，从上往下的。嗯，标。别跑，看这，看这 ，OK， 看黄标，回切了，回切了，可以。大堂坑这边都应该都是没人的。大堂坑没有。你们看一下红砖房，就这个回切。这没有。我留坑，我留坑。你们那个坑不要了，坑不要了。不要吗？不要。你帮我架前面，还是你直接去？我直接去拉，你给我架就行。OK。对面山上有人，我看红灯有没有？我架厕所。我架了。有人，有人，红军。OK， 我不架了。我先把，那我去帮你踩坑。把坑踩了吧。去踩吗？嗯，那你去吧。可以再来一个，那大仓里面放一个就够了。你能去吗？那我去。别顶着，小明，注意点细节。你那位置倒了，我要回来救你啊。别顶着，我不会的。他们一直在开枪，应该是跟哪分的。我可以顶过去吗？嗯，没有人。我看你的那个车顶了，我的那个。这应该在打架，起烟了。对，那个什么冒烟车，没有冒烟车。踩那的话，我就可以去踩那个什么，我去踩黄标。
对。放什么血来着？我可以啊。等会给你。对啊，这游戏人你得看一下。知道，我有时候会留意一下。然后打完走了，看到谁刚刚从那睡觉里面。你在，你再看看那个房间。哪个房间？不要，又出去了。不要去了，弟弟。这里标爆宝车。这边这山有标着，人没在我们这边。我在北边。跟小黄去分的。被刷了。我动啊！那走不走？哥，接触我给他压力。那是跟小黄去分的。但是。我在山里面，大概率跟小王去分的是吧？对，可以撤走，不给他压力。那我们走。小斌，上车，你看一下。要走，我们直接去。没走，去米哥今天。他这里有两个吉普的啊，我这边有两个吉普的。嗯，我先看木架门了。打完他一枪。这么多人吗？不止一两个了，这人多。等一下，老干爹。疯子，这赶不走，我们得去赶红标那队了。等我这个毒缩了之后，我再去。喂，老干爹。哎，第一个死一个。管我们待会儿自己能推力量。老干爹，老干爹。老干爹死两个。不是起码死三个了吧？对啊，哎，踢死了一个呢，要死完了就。哎，踢死一个了，你说。你想这车能修吗？还有一个地少了个人，不知道是谁。能修一点。他能不能再往下面跑去开啊？别急，等下停。开走了，开走了。啊，另外一辆就是。不是一队。回房去了。这里三辆车。嗯，三队走了，对，不是一队的。今天打架，我们可以劝的，如果打起来，小王军跑了吗？被他们赶走了？没有，没跑。在这个坑里，绿标坑里有一个，这都不带停的，进不了车。有没有人在看比格楼里面？地位有人都不知道，那绿棒我没了，绿棒我没了、哎。那个厂家忘进了一个，我脚上我低点那个吗？对，没有，没人看比较多。啊？进了，再看那边。对对，进了。比较多安全。这还有一个，我的北面也没人。对，那这队能卡红标这个红标进了个蹦子。打起来了，应该是醒酒跟微波。又让车去了，对，那个车也走了。对，就醒酒跟微波，我可以两组过去。微波跟醒酒跟老一。绝了，他长枪走了吗？还可以点。我这，我去外面收分，你别动。我不动啊。不动，你不动。啊、哦，那我不动。看别人外面。OK。我倒一个。微波倒两个了。倒三个。我倒三。对，打两个好像是，跟我比赛被拉起来了。哦，没有，打两个，死两个了，还有一个站着的。今天打一个，今天打两，今天打两个了，还有一个站着的，我微博里还有一个站着的。完了，米克有的车，我这个吗？走了。我死三个了，我留备弹
五十了。A G 死一个，有车往城店看，短了，没有 ，V Y 剩一个，刚刚中五十个人，好 ，A G 死一个 ，V 八死三个 ，E 死一个，别记这些信息啊，我就给你们报，我可能记不住，容易死一个，嗯。一死一个，死了一个，一死一个，一死两个。我感觉我这个应该是跑了，应该是我看那个蹦蹦，他们那个也坑里排的。一死两个 ，A G T T 各伤。我带这个队没多少圈，我现在开车回去了。金晨，嗯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帮你逛逛，我走了。诶，你帮我消控制就行了。他开着控制过来的。一剩一个，三个了。我在坑里清人，金就死了一个吗？有没事没事，我看到三个，地挺多 ，ST 死人了，大死人，地死三个了，还剩一个，你有五十子弹吗？没有，我有，再给多少？五十，五十是吧？我们都在黄标这个坑。我现在觉得我前面那个红砖楼像底坛，你木架楼有了吗？对，我这边吗？没有，是底坛，是底坛，确定了。 OK， 我还有圈，蓝一季拿起来了，我有圈，蓝蓝四十个人，我大概可以供你去黄标，我们这场黄标死两个，过了，过了，他过关，我们带被动，我待会。我现在就过去吗？现在不好啊。我说待会，待会你没事的时候，你直接过去。OK， 我知道。走。去哪？去黄标。对。不然待会黄标顶过来，我们直接难受。那傻逼就在看城里啊。那你不是没人吗？还有人了。城里没人，城里没人了。不过这个圈刷了，城里也没枪了。一枪了。A 就死完。注意点反坡，反正。我在城里是没有人。A 就死完。跟圈走就行了。他三个人下坑里了，好像。哥。还死两个。你开过去朝阳顺坡再开啊，我被扫哦。他马路一手过去有人是吧？嗯，他是在这儿，我们要分。嗯，我动了。等明天补充进视野了，已经走了。没人。看右边有没有人绕着说。没有，右边基本没人了。地特 ，ST 和 AD 都死了，顶多有个派。DC 会打派的。还有个皮卡往上开。两个提高点。来第一栓。防区还有吗？哎，防区没了。我可以拉过去，变。我感觉闪避可以把弹幕空出来啊，没人能推，他顶过去就行了。刚刚好像 TC 的，我是秦九的，有吗？我就帮死一个，我今天我有后导，有后导我再过去。今天帮石头破两个黄点，他拉不了你波下的，他拉你波下我都能打。拉上去一个，好像接队友呀。别吧，接队友好像。他往去防区了，他。
同学平波有圈好像。看到包。来看我。两个人不用开枪。打起来。不。在防区平波好像。另外一个体能又打起来了。我没看到啊，你能帮我看吗？因为转。能帮我看到防区平波吗？我在看你看防区平波。OK， 那你看。我看他。他停在防区的。黄标。两个。放了石头的给他队友报警给我砸雷。砸过去了。啊，你们可以先去控一个绿点。绿点在勾吗？你有个勾队。高点可以上。高点可以人。那秦晨你先回来。你拿个突然宝在防御杠。你拿个突然宝你先回来。帮我加油。嗯，真扑下火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肯定捅回去。那大家，我们去绿点。好，你们能耐，能耐，这里能耐。闪避大师红标给我们下。我要把他的骷髅啊，直接打完了。就打完了，那把锁。注意卡起来。那我先去送人家对面。可以去这个地方。不是我们上次打的地方，知道吗？来，明天我可以护你们。屌，我真的是醉了，这车得撞一下。下来，从侧面冲。刚才有人了，有另一队。哪这吗？这，对对对，你把枪上。我靠！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车给烤了。我靠！哥们车。然后出车。那你就先在这里。自己队的。先在这里。不是一队。这边多加子弹。地上给不了，我这坑还行，还能等波圈，能等个机会。我现在去你那吗？你可以先过我这。哎，我子弹给你扔了。别那个，别去一个，那个阿坤谁都打不着他。这个吗？你过去夹，把那个左边那个，你们可以夹一下。这，啊，这 ，OK， 我去吧。去，这位置，那我去。那位置要挺多烟的，多点烟。不用烟，你有个坑。那什么，这边有一个要出来，顶梁要出来，我去，帮他架左边，对，帮他架这边，我看顶梁 ，OK， 左边是有一个，那你拿车挡一下，感觉，赶紧踩到这个坡，小心点，不然我拉上去，我边上都没人是吧？都在两边。你就看那个几九是吧？我在看金九，我知道。哎，你这个几我是啥情况？他两个不是一队的。OK。中间一队不知道是谁，他们要卡几单？你要看金九，红标有一个。看红标两个。可以把他激活掉。红标两个。哪里？红标可以激活。然后前面红标一个，我三个。OK， 我疯了，我踩马路了。看不着人。左边后，金九标。这里，看到。被击火了，他没圈，我被击火了。上有人，几个人？有人，谁点？他经典队友在吓我，应该知道我要扫的。出来了，看不着。接着，倒一个，看能反打。无冷多枪，我被击打了，居民，你再回来救我。帮你们看，小心点，居民。你有雷吗？我再砸一个。太远了，跳下丢。能不能风烟准备过远？我给你烟。太远了。哎，确定黄标不是一队吗？不是一队，我确定。那我们就只砸心跳，他们打他们，我们打。我给你两个烟，居民，你风烟，我们准备过去。OK。倒一个，停。谁打？我给机会，停左边处。今天把你加个兵，我在封烟，先给铁人堆一下，不然走不了。小兵，等一下，我把车挪一下。OK， 我来对。万一打不到铁人啊？送一个先，送一个走。我操，不好这么对，反波太大了，我们得走了，几秒了。你得加左边，左边应该拉起来了。现在他们动车了。
被填了，被填了。嗯，上不上去？没有上。有人吗？没有。跌了。被拉了一个。我感觉我们可以。嗯，他这个没圈。他没圈，我知道他没圈。把留下来。右边两个。靠左下打背。嗯。也被他封倒。没什么子弹了。五六有吗？没。没有，就五十。要点。我们靠右边点。他以为你站着没圈。赶左边扔头中。啊，别打了，别到右边去打。今天两个。OK。来了。舰长，右边还有一个，能压吗？来一枪，到，右边一个，左边，看底栏，底栏，这看他走向过来吗？不用，右边能压一个，他没这么带，我看快走了，没来，看他走向不？我去啊，我去看一眼，没他走了，走了，我捡子弹，这我来了，谁的？对啊，机长。两个看你的，一个看左边。我看左边。一把头全给他废了。你们打过去，不然掉了没有？看清楚，我上去，停一下。阿军倒一个，阿军去右边的。支援倒了，我要捡子弹举美，能给我点吗？拿那个什么？有点子弹举美可以吗？怎么？不要，包里有，你们可以舔。我在看右边，兄弟。我们这很舒服，我坐这，我这有车。好像就给他废了。我们走左边，我们再找位置。左边那个经典会有个人，左边那个车有一个。哎，我怎么站错了？他能拔对了。光标有一个，光标有一个坑里，这边吗？有烟吗？这里没烟。员工，员工，有烟吗？员工，员工，没烟，没有。开车，我们在现场，两个没烟啊！你看左边那个厕所，拿不嘛？你拿不嘛？我拿不嘛？那个堵了，左边厕所，他这边两个好像，他死了，我也死了。经理还有在，快点，快点，另一个，把炮火打死，把炮打死蓝边，你把炮火捅进去。二十七可以打，右边干了。我在加血。哎，我被堵到了。你在血吗？对，一点点在。车给你挪一下。你去开高子。开着。怎么这么多？你再往前挪一点，星辰。我说你那条沟很深的。完了，太浅了，你再往前开点。我们还有车震，老舒服了。哎，没有，当时应该跟阿文军开过团就行了。阿文军啊，这个真是太可惜了。对，确实，刚才就是那个圈的话，两局打完之后的一个积分情况看的话，北京 JDE 还是不太理想。嗯，是的。但是从第一梯队来讲的话，深圳 SG 这场比赛也是有八分入账，打得不错。是武汉 SG 21分这场比赛，然后总分是30分。长沙体坛两场和这个北京 vivo gaming 的得分比较像啊，两场都是10分加，比较平衡，是比较稳定。但是下场比赛，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和长沙体坛的肉点，还有河南清酒跟武汉 RSG 的肉点，这真的是。我们辟谣的观众太幸福了，周周都有春晚看，哎，周周这个都有春晚看。可能有的时候两支战队错过了，在比赛当中没有入点，但是因为有了空降部署，再加上现在在雨林地图的这个，来看一下淘汰榜，首位依然是来自于 ST 的深智，第二位是 NV 腾讯视频战队的 Paraboy， 第三位是舒涵，第四位是爱笑，第五位是宇阳啊，宇阳和早教啊，这两名选手在来到 STE 的时候。我第一次的印象是在这个战队经理人的活动当中，嗯，那个时候是真战队经啊，也不是说，就是那种我们可以选人打比赛的那个活动哦，战队经理，我差一点就选了他们啊，那就是没选嘛，那差一点就选了。来 ，OPPO Reno 6 Pro Plus 和你上场疫情，本场比赛的 MVP 给到了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的 Paraboy，
六个淘汰，三个击倒，那相当于这一把他就拿够了六个淘汰。是的，是因为上一局第一局的时候很可惜嘛。嗯。不过呢，好像居米在打河南琴酒那一波也是居功至伟啊，完成了一波刷屏，不知道刷了几个。而这局比赛刷屏的呢，还有爱笑。我们的镜头虽然场真没给到，但是